很多。马上了。啊，马上了。嗯。这个。两个手一起烤。那你一会儿好不好看？你们仨咋走去的？走啊。走吧。吃饭吧。慢点，小心。你这白天跟着进去的。这姑娘都快烦死了。哎呀，吃饭了吗？你那嘴有人嘴大吗？你就咬。你的那个微信上边还在兴啊？那健康啊？快洗手，快吃。这一粒药能吃20斤够，咱家那小黄豆也就一斤，打虫药一斤不到，啊啊啊，半斤吧，你给它磨磨去一点去，拿，这点够不够？够了，你可少点，别让它太多。这一个角啊，才大哥，一个角都多，不够吗？够，够了。他要多少分？多少分？20分、这半片是10分。小黄豆现在有多少斤？怎么也得有一斤了，半斤，一斤多是吧？哎呀，你大姑父那天都撑了，一斤多呀、你别不用可定可卯的，你就少给来点，我怕他扛不了。行，就这些吧，多了少了就这些了。哎，还没倒出来，倒我手上，就这。嗯，行，喂了他，吃药来，豆豆。妈，你给他把一下。你看我，你看我姑娘。我可以放心。你妈，我死了。张嘴，快张嘴，张嘴，张嘴，张嘴！哎哎哎哎！哈哈，喂药是最痛苦的。出来了一点，哎。好了。哎，吐出来了一点。你得往嗓子眼里抠。没有爸那两下。嗯。好啊，这么吐出来了。啊，咽一下。好，就等着他打虫了，然后还给他买了个小磨牙棒。磨牙，省得他咬拖鞋。省得他咬拖鞋。来，豆豆，你滚，豆豆，你走。豆豆，来吃药药了。看，啊，这给你，这给你。不吃啊？这怎么可能不吃、啊？我还有一个，都亏买了俩。这可以吃啊？啊，这磨牙棒。豆豆，黄豆。这呢，这呢，来吃吃。妈的，哎呀，行。有一个，你快滚边上！有个你还要，有个你还要。滚边上！我他还不吃，他闻闻，搁地下了吗？他还不吃呢，他牙现在还不行呢。你看他可吃，你看他不吃，哎，给你买的你还不吃，过一段时间吧。过段时间吧，他大狗敢吃呢。哎呦妈，这磨牙的。你瞅瞅你吃的这么香，你这牙口挺好，虎妞一看就不用磨了。你看我给它剪成小块，看它吃不吃。你吃刚刚那块太大了可能。这狗傻，这狗好像不知道啥玩意儿，磨牙棒呢。吃了吧。吃。那还叼着跑了。看看看看你看他甩的那两样。嗯，我看见了，看看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卤蛋啊。这不那个过年了嘛，我有几个朋友从外地回来了，那今天安排他们吃顿饭啊。然后昨天我们已经把地方定了，然后今天就定了两个菜，就给到时候上菜卖上。对，先定几个菜，怕中午人多什么的。对，走走吧。哎，你吃啊？要一个雷椒茄子吧。要一个，能不能来个雷椒茄子皮蛋混合的？这雷椒茄子，人都有。啊，然后那个。你看着上次那个拼盘，熏香拼盘。这菜麻烦了，这十个菜他妈几个菜摆不下了。关键桌小了。嗯。人可能没想到你能点十个菜。没有，关键。就点麻的呀。我们来了，先点了几个，我就怕他上菜慢。
点了六个吧？点六个。点六个。嗯。现在几个了？现在七个了。再来一个差不多得了，不要了。你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对呀、啊。你说不要，他上的更快。哈哈哈哈哈。他要了，你看他上不上？你别管要不要。半天就告诉你在锅里呢，马上肯定马上出锅。对，肯定已经给你弄上了。就是没啥，你先怼进去。就赶紧让他上，关键是不是不要了？这不传说中锅包肉吗？你们赶紧吃吃一个撤下去一个，要不然咱这桌摆不下。来给个劲劲。对，哎，你看这一大盘锅包肉啊，只要8块钱，8.9块，这一盘。谁告诉你的？18.9块，是吧？28.9块。分谁做的？你要做，要你做的话，也就8.9块，8.9块给高了。8.9块那得是佩奇的肉。要我哥哥做就8.8块。8.9块都卖不上，完了，那没得唠了，我价还赶不上你呢。哎呀妈，这马这么大呀！啊，哎呦，不是盆就是脑，那不都是玩意儿吗？你就看一看啊、哦。我家这么干净。这家对呀、啊，这家要保持的怎么样？真棒！不是那天收拾的、啊。就是那天收拾的。哎，真棒！我哥行哈。啊，哎，我就怕你回来住。啊，等会儿，我长得跟猪似的。可以，那你告诉我这满地拖鞋是干啥的呗？我穿的，穿好几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还准备好水果迎接我了？那水果放好天了。祝我平平安，心想事成啊！对，甜甜蜜蜜啊！对，就那样式。哎，我应该走前应该把水果放冰箱里好了。就是你走那天就在这摆着，一直摆到回来是吗？过年，30、29那天。行行行，哥。可以哦，可以可以，